一啲都唔覺得辛苦，同埋覺得攰。我冇揀錯，到堅持到今日，繼續經營蓮花，做一個花農，自導自給啦，就揾少啲啦，就食少啲。我哋咧靠天氣，靠下運氣，靠下天氣嘅咋。做開好有情感嘅，好有咩噶，即係做自己花開得靚咧嚇。咁有人嚟幫襯咧，就好開心噶。今年嚟計咧，其實天氣算好嘅，比較平均。咁係屬於其實就係蓮花豐收嘅一年。咁喺咁豐收一年，又遇到疫情，咁就係一個幾大嘅打擊嚟嘅。我喺林村長大，咁我需要搭一啲鄉村車翻去翻學。咁正正過年嘅時間咧，有好多農夫咧都會拎啲菊花出去售賣。咁喺講緊1970年尾。80年代初呢，哇，原來17支的菊花是可以賣港幣400元。在那400元裡面呢，其實對於農夫來說是很吸引。我就開始去想想我自己可不可以當一個農夫種菊花呢，應該可以的。正正有些朋友也在金馬倫種菊花，他們家族性。過來香港看到，哇，這麼厲害，你菊花這麼大枝，葉色這麼漂亮，哇，你真的王子啊，菊花王子啊！咁但系因为市场上嘅萎缩，消费者嘅要求，唔懂得用欣赏去欣赏菊花，因为菊花本身咧，我哋以前种出嚟就留三朵花，咁讲紧一朵花系咁大，汤碗咁大，个欣赏价值系好高。咁但系因为而家大家都要求啊，我同样付出咁嘅消费。我想要10朵花、12朵花，唯一就是适应的市场。一枝花如果留10个花苞和3个花苞去争食，10个花苞出来得返咁大朵，而3个花苞是咁大朵，所以观赏价值在我自己角度就已经是失了那个菊花的意义，那朵花的意义。所以我都会考虑就说啊，若干年都要淘汰这个品种。堅持到今日，都是可以講話到年底的時間，甚至乎朝六晚十二，是一啲都不覺得辛苦，同埋覺得攰。自己又覺得客人嚟到睇好靚啊，強哥，嗰種滿足感是成績表。正正我冇揀錯，到堅持到今日，繼續經營蓮花，做一個花農。70几岁噶啦，而家成40年啦，30岁啦，入呢行噶啦。我以前咧系养猪养鸡啊，乜都做过噶啦，做农民做种菜啊，做三行牛我都做过噶啦，都系挣唔到咩钱啊。我哋咪即系自由啲咁咯。我哋即系年尾噶嘛，我唔种其他花噶啦，系年尾。希望年尾啊，即系賣到咧，就剩翻嚿錢，剩翻多啲錢使啊咁嘅啫。我哋一年投資啊，好大噶，又要落費啊，一個月打幾次蟲水啊，又驚打風，又要合時先得。早幾年啲山竹啊，嗰個颱風啊，打低我好多桃花，損失好大，好難控制噶，我哋靠天氣噶。而家日日咧廿幾度咧，嗰啲花好快就好快就開曬。而且好嘅夠雲咯，夠雲咪好咯，啲桃花咪生長得靚咯。都係乜嘢都係講靠天嘅啦，夠雲靠一路又夠雲。其實你有冇數過呢度有幾多棵桃花？啊，千零棵啦。點樣為之靚咧？大棵靚啊嘛，合時啊嘛，咪靚咯，咪夠壯啊嘛，合時啊嘛。呢棵啊回風種行，呢棵啊揾啲靚嘅種啊先開靚噶啦。嗰啲唔靚嘅種咧就插咗啲花都唔開嘅。我哋嗰只又鮮紅又大朵，我呢只就實靚嘅，多數都翻翻轉頭嚟買嘅。財叔可以聽電話先。喂，好靚啊！
好合好合樹啊，好合樹啊，係啊，啊靚啊，梗係靚啦，有吉你要吉啦。我桃花插桃花好啊，插桃花靚啊，佢係有大王啊嘛，有行有行嘅，有行桃花運噶，有噶。我哋唔使走擺年宵咧，就唔使投攤位啦。有啲個人嚟，有啲公司嚟又有，唔抵啊嘛，山卡拉啲有啲冇熟客噶嘛，人哋希望年年都擺年宵噶嘛，揾翻兩餐噶嘛，啊喺啲山卡拉嘅希望係擺年宵嘅，啊。你如果冇曬年宵咧，冇咗年宵咧，真係咁就即係叫人收檔，叫人哋真係即係乞米啊！我戥人哋有啲唔抵啊嘛，即係你哋清嘅啫，我哋真係咩揾兩餐，我哋唔係清苦啊，我哋唔係咩叻，唔係咩大一啊，自己啲花開得靚咧嚇，咁有人嚟幫襯咧，就好好開心㗎。梗係希望咧，冇咩打風啦。